湘绣历史悠久，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，素有绣花能生香，绣鸟能听声，绣虎能奔跑，绣人能传神的美誉。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湘绣题材广泛，色彩浓郁，风格大气，针法多变，表现物象生动自然。